雄，下午带珍珍出去玩。妈，弟弟还有活没干完呢。活是干不完的，今天先带珍珍去玩。婆婆，不用了，改天有空去吧。今天不就刚好有空？我和秋雨说好了，下午要去看戏，也不在家。哦，那好吧。你想去哪玩？最近有一部电影挺好看的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好，你去换下鞋。嗯，走吧。嗯。